Hello, I bought a bag online. Did you book four nights, right? Yeah. For the policy, we would like to hold on your passport here. Return it when you check out. Is that okay? Okay.Can I see the visa, please? Hello? Ah, yeah. Okay. 来了，偷来办了没？现在办理手续。Okay. And you offer one free drink on the back side of the paper. You order drink on 6 floor. Okay? Okay. Yeah, that's sure. Okay. You stay on the second floor. Sorry, I... Okay. Bay number 2, that one. That. And you have to show the key card on your breakfast for this. Okay. Thank you. 这里是冲凉房。有洗发水、沐浴露、凉水、冲凉房。哦，有三个冲凉房。洗手台。然后有，这里是厕所。厕所里面还有纸。这里是我住的床位。这个床位是我的，有一个插座，有个保险柜，但是没有锁头，需要的话要去找他要，应该是要交钱。大家看一下，这里住了1、2、3、4、5、6、7，这里住了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床位，但是没有住满。窗户这边就是大教堂。窗户外面就是教堂，我这里是二楼。然后刚刚办入住手续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纸，一张卡片，这上面写了早餐时间，
6:30到9:00在7楼，有 WiFi 也写了 WiFi 密码，还有7:00到7:30有免费的啤酒。退房要在11点钟之前。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8点钟，现在上楼顶上吃早餐，这家青旅是包早餐的。你呀你呀，这边是早餐，一个人。他这个早餐是免费的，已经包括在房费里面。要多少自己拿。这个酱我不喜欢吃，喜欢吃的人可以自己加。有点黄瓜。这家青旅其实挺不错的，位置非常好，只是住的人可能有点多一点。我住那个房间有10几个人，差不多有20个床位吧，但是没有住满。宿舍住的人虽然挺多的，但是价格也非常便宜。我订了4个晚上，总共121块人民币。然后它还包含了早餐，早餐的话就是有各种水果，然后有面包，有茶，有咖啡，有牛奶。它的早餐是自助式的，就是摆在那里你自己吃多少拿多少。喜欢住青旅的朋友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